领导。然后同时呢，走进会场的还有秦雅琪，刚才看到大家各位主要演员。那我们让我一起用掌声欢迎走在前面的Mark 呢？我们接下来啊，来到这边以后，来伦伦再一次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邓伦，我在《青雅集》里饰演博雅。春夏，大家好，我是春夏。我们要开场喽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轮哥们加油！